哎呦，那个可恶了，他说，哎、欸，你的培根是不是很怕麻烦呀？阿爸，每个人吃到这，每个人都屌屌安尼啦。取这个名字是最伤脑筋的事，但是你又要取个名字，他说好听，特别轻松。乡嘛，就是乡下的意思，因为根就是根，根在土地吧，哈、哦，嗯，相当还不错，然后又听起来不会怂，然后又有亲和力，然后就起乡根。刚开始在试做的时候，哇，丢了很多很多不好的，你没有试到品质可以让市场接受，我是不敢出去的，对。这个东西我们那个自己要吃，别人要吃，所以我们绝对不放那个防腐剂，磷酸盐也没有再放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品质啊，真的啊。陈立屯教王很单纯的想法就是让家家户户就可以简单在家里料理，而不是说我只能在餐厅啊饭店啊吃得到。我们就把它做成小包装，就是300公克600公克，就是哦我一个家庭就可以把它消耗掉的。那我们就希望就是这样子一个包装，刚刚好的分量，然后带给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刚刚好的食用完毕。希望的目标就是能够成为肉品界的 LV。